怎么回事啊？下了眼吗？是弯弯坐在你后面那个女人，过来什么？陪我过来。滚！你不要打我老婆啊！你老婆干什么？走！你老婆！哎！过来！干嘛？哎呀！你老婆，你别动手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们三个人开公司，她卷跑了我们那100万，赶紧走，还拖我是不是？哎呀呀！你不要打我老婆！把你甩下田去！我跟你说。过来！不可能有这种事，我老婆今天不把钱还给我吗？没想结婚，你这个结婚的日子不要来。嘿，卢少，哎呀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看你闲话跑到哪里去？跑到哪里去？怎么回事？你们找我老公干嘛？找你老公干嘛？前两年我跟老牛跟你家所谓的老公啊，成立了一个公司，他。把300万的那个公卷啊卷走了。哎呀，是这样子啊，搞得你多苦啊，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看见你要海角啊，你以为是这样子啊？就两个臭屌毛，我还是臭外乡头的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，俗话说什么意思？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结果你是老赖吗？是老赖卷跑了我们100个万。老婆是那你是不是啊？那你都没跟我说，那你也没跟我说啊？那我们跑吧，快！还跑？还想跑啊？别动啊！原来如此，买车买房了，听说你。哦，我先还一点给你们，你放手，我有钱，专门靠吃我们村里朋友的钱。我有钱，你放手，我不跑。总共300万的那个公款啊，一人先给5块，一人有100万。5块钱，五块钱，你什么意思？少发乞丐啊！是乞丐。打你一个！你一个不放过，真是。别打！哎，你们今天，你们不是有房有车吗？今天怎么开这个？是不是怕人家追债？哦，对。什么怕追债？我们是浪漫，知道吗？真的。浪漫。何涛。我先给他们。那我先给。我先给。我先。吃完了，钱还了。我们的钱要还啊，今天不还别想结这个婚。拿到什么拿？哎，不要！我的。你什么你？谢谢你。哎呀，拿，先给5千呢。拿一点是一点。5千块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婚的日子，走。300万，你把那钱花到哪里去了？你们先拿去分点钱，我今天大喜的日子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几千块钱喜先就拿走。过几天，明天我拆了红包，对，一人还你们100多万。是啊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明天我拆。那3年过去，你那300万都用完了吗？啊，用完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官司我已经打上去了。如果说今天还想跑啊，明天法院见，等下带你去派出所。今天不把那个钱交上来的话，你别想走。我跟你说，不是，我都说明天我拆红包。我跟你说，我随便拆个红包，我都有300-400万了。吹什么牛？相信你几个明天啦、啊！我去找了多少次你了？我们明天，永远都是明天。而且打爆你电话了都没人接。去到你家，哎呦，要不是关着门，要么就是说去哪里旅游了。那谁叫你们老是骚扰我啊？我还没告你们骚扰我嘞！骚扰你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却卷钱跑去度蜜月。你们两个倒是会享受日子，你没想过我们？难怪我听那些亲朋好友说他们今天结婚了，而且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原来的话他们是偷偷的结婚，他也是欠钱。哎呀，难怪我说。哎呦，这个新娘官呢还挺帅的。别动了，有些事我不知道当不当。哎，你别说啊。小心我撕烂你的嘴巴啊！他结婚，不要胡说八道。新娘官，你这个老婆啊，之前结过6次婚了，不想拆穿他而已。什么6个孩子的？是不是啊？还有你，没有的事，他们一派胡言。我跟你说，新娘啊，结过新娘官，你以为他也是头婚吗？他也结过8次都不止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跟我说你头婚吗？
他小孩都有七八个了，在老家那里。是啊，原来都是狗男女呀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，不是的，你不要听他们瞎说。瞎说，这是事实。也对哦，他们肯定是瞎说，他们肯定就是不想。你们是所属一窝。小弟呢？我们是有证据的。要不要给你看一下？可以哦，我这里也有。不要不要，老弟给他看看。你看看，老婆，你看看，你看，我们都去帮他，他前妻的伴娘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怎么还说你第一次还在？那你还不是跟着他？你跟我说你是捣乱的。哎呀，你欺骗我！哎呀，他不管怎么样。你们今天不把那钱还给我，派出所去，买车，转院去，买酒钱，法院去，拉他的车，走，走。